对，哎，有啊，不知不知，万圣节妖怪不是吗？对啊，好像有。对啊，西洋妖怪，那是西洋的。哎，我剩一格，没有，那时候好像没有规定什么妖怪。你好那个，我帮你啊，八点啦。八点喽！啊，等下出事了！出事了啦！真的出事了啦！我在哪里啊？死不了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你要重灯，你重灯，我帮你！死不了了！他在虚空，他在虚空。你慢快走。有哎、欸，妖魔鬼怪是那时候限定，没有限定国家，就是全部的妖魔鬼怪都可以。啊，对。什么题目好呢？有哎、欸，各式各样题目我们都盖过啦。我觉得那个啊，家里的。家里蹲，就是家里有的东西，家里有的东西，别人家不一定会有。至少我们这边一半以上的人没有。家里蹲，好像可以哦。那家里蹲，很多人家里都有，很多人家里都有家里蹲哦。对，我家有的东西，其他家没有的。稀，那好像有，算稀少，稀少啊，要找稀少的，就稀少的东西。对。我就没有稀少嘛，真的，那蛮常见的，尤其是夏天有还蛮常见的。我是说，我看你的那个废片，那个沙发、毯子，哎呀，就没有嘛。稀少是什么？稀少奇怪，你就可以叫哈少，稀少你还是你自己说的，自己承认。哎，我真的在顺你耶。稀少在哪里？稀少在哪？难不倒你。稀少是谁？没有这个人啊。问一下团团，看他知不知道。好啊，所以只有那个什么，家里有的，你自己很多，别人没有的、哦、啊？有到很多啊，就是家里有的，你觉得一般人没有，一半的人会没有这个东西、嗯。可是我们这么多人住一起怎么办？没有，就是你自己房间呢、啊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稀有物？别、哦、人没有，对，宝物就对了。哦，稀有物、宝物，别、哦、人不太会有的。哦。喵哈送那些东西，那你绝对不能讲喵哈东西啊！哇，你知道这个要思考哎、欸。活体可以吗？丘比，我知道他没蛋蛋。活体可以吗？丘比没蛋蛋哦。不是啊，你没有你怎么会有活体的东西？丘比没蛋蛋。丘比啊，丘比都可以说丘比啊，对不对？你说是猫，是猫啊。对啊，那是猫啊，啊，对啊，活体啊。不是，这个应该不行吧？你这样说，我们就说我们自己就好啦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。对啊，所以要以种类型来。就物品嘛。哦，那个就用这个了，就是你自己有，别人家可能没有的。大多数人家里没有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大多数。宝物。看翻箱倒柜，我什么？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我自己都觉得好无奈哦。对啊，你知道因为还是你珍藏的宝物。我觉得珍藏宝物好像好一点。珍藏宝物，对啊，珍藏的宝物，珍藏的。因为你自己有，别人没有，说不定其实你也就那只是个垃圾，也没什么好稀有。哦，对呢，也是哦。啊，你珍藏的宝物，珍藏的宝物。哎呦哎呦，那哈自己可能有啦。哦，我想到，而且还可以替换，有没有？啊？我想一下，什么东西啊？替换什么？还可以使用？宝物是不是？要限制字数吗？不用，不用吧，不用吧，不用吧，因为我觉得应该就不用。宝物的话，的宝物活体算吗？要活体，不要物品，要物品，物品，物品好不好？对。我知道你们想三物品。珍藏的宝物，好难哦！我觉得这题也好难。哎，我也想到，我有一个，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哎，为什么我恢复成三 P 了？哇哦！你来了！我刚晃了房间一圈了，我就看到喵他送我那个他公司那个Open 奖的那个护，你说叫难走？叫没有？这时候就要问你，你觉得那个喵他送的东西算宝物吗？
当然不算啊，算垃圾了。所以还好我们改了题目，你就不用出，你就不用这一题了。如果是垃圾的话，应该就会算出你。对，我还可以再拿出三个给你哦、喔。不要。好吧。所以这个是只要自己觉得是珍贵的就好了。对。对啊。对。比方说，你觉得某些食物很珍贵，也可以。我可不可以限定物品，不要食物啊？好。物品。我留下来就不会留了。我要开始哦。来啊，到这边来想啊。要逼死谁？什么啊？什么啊？好难哦，好难哦！告诉你，这可是我的宝物啊！一定要真实的东西嘛，不能说什么，不能说记忆嘛，对不对？不行啊！不能说我的宝物就是我的回忆，这样不行啊！不行哦！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样太笼统了。我的你要讲我，你还要，这就是我的宠物，对不对？不能说是什么我的女朋友、我的宠物、爸爸妈妈都不行。不行，物品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？你看你刚刚不是，因为我铁针打不开，我重开再重开一次看看。欸、你今天怎么那么卡？好难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如果真的再卡，我可能要重开那个数据集。一定要有形资产，不能是无形资产就对了。对。怎么会有你那么麻烦的人哦？就你意见对多，因为他没有什么珍惜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是我珍惜的东西都是无形的，好不好？你的那些去国外买的那些，我觉得很多都很不错啊。那些都是身外之物，我都不 care。视金钱为粪土。好了，我就随便拔一个我小时候的东西好了。可以啊，这个不就暴露我的年纪了吗？现在还有吗？没有限定字数哈、哦，没有，老实讲没有。好，讲一下这个还是我出这个好了，出这个，我那个那叫什么啊？转哎、欸，不是转蛋，夹娃娃机夹到了。夹娃娃机夹得到，还能当宝物？宝物，因为那东西很棒啊！人家都宝夹，最多500块宝夹。你这个视金钱如粪土，有些东西金额不重要，好不好？好，金钱回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了，我用好了，哎、欸，我暴露年纪了，对不起。是多旧的东西。然后 OK 吗？完了完了 OK 完了可以了，我把 OBS 关掉了，所以这集没有录音了。啊，你录不起了，我录不起啊，录不起啦，不录啦，录不起啊，你要翻译要正确一点，什么录不起？开一台开不了录音，录不起。哈基要多久？哦，哈基哦，我的天哪！完了，正常的工作回忆有没有？对不对？你在我后面，你会很惨、欸。那不一定是前后啊。哦，是啊。到底是左右还是那个、啊？忘每次都忘了是左还是右。哎、欸，我去看一下我这个东西的拍卖价到底多少钱，好不好？怎样？你那很贵是不是？这是什么游戏王卡片？怎样？那个正版？刚才要说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真的好烦！正版的青眼白龙，嗯，哎、欸，我有正版的那个、欸，那个闪卡超贵咯，之前新闻才有，没有他直接，哈基他直接爆炸，白目哦！不然哈基，你可以那个、啊，我送你的那个、啊。哪个？那个冰可以挂在冰箱上的那个，那个很像的那个，那个是哎、欸，那个一般是没有啊，感觉很没用。如果那可以成为你的宝物，那就多棒啊！这个，好，就这样。哎、欸，真便宜耶、欸！我的价格真便宜啊！对不对啊，自己你想不到，我就给你一个 idea 了。回忆真是便宜呀、啊！回忆真是便宜。哈基就那个啊，那真的是宝、啊。比友，哈基你就随便骗大家说你的弹珠啊，两颗。好了。哇，这也太难了吧，繁星！我一开始还跟我后面呢、欸，这什么东西、啊？这个是什么啊，杰瑞？
啊就嘿，那好有淡淡的心酸呐、啊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好心酸呐、啊。要怎么盖啊？这是什么啊？韩星有没有？我看到题目的瞬间有没有图片、啊？哦，我刚刚也在找，想要丢给你的。我要小木符。哎、欸，果然是回忆嘛，大家珍藏的都是回忆啊。杰克，我不懂你耶。大家珍藏的都是回忆。角色的东西，然后他。秋凤，你今天是有点爆麦。我今天有爆麦，是不是？我今天有贴低了、欸。你看那个比较不是大声，是爆。我刚一直在看，你在听、啊。我觉得我会盖成马里奥。等我一下，我调一下录影装置。对呀、啊。还是你的那个，这样应该好很多。哎呦，好小哦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、嗯、我再帮你调大。我也调大。好。秋风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哎呀，行啊。可以吗？行行。行不行啊？有知性的声音可以啊。不行，我今天为了切西瓜，我切到手了。哦，哈记哦，看我意思，你们身为同一个屋檐下，怎么不帮忙？是这个意思？我直接切到切到中指，哎，哇哇，那你比中指就有理由了，哎、你看我今天受伤，现在要按前进后退有点辛苦，哎，白色的超难呐、啊，哎，我很珍惜那个，结果被我妈，就是她丢掉了。他关车厢的时候去压到把他夹断了，我很难过哎、欸。我怎么盖的可爱？有没有？我盖超小颗。嗯，真的好难啊！会不会有人珍藏的真的是什么两颗弹珠啊？有可能啊。欸、所以他进你的题目是什么？是我送给你的吗？不告诉你。哦，我当初本来想要把丘比的蛋蛋带回家的。天哪，好恶心、喔！可以带哦、喔，好像有问我要不要？真假的蛋蛋可以留啊，就跟脐带一样嘛，不是吗？可是你带回来，你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对啊，会烂掉，会臭掉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以为会提供什么福你可以拿去泡酒。泡酒、欸、太可怕了！泡酒给你喝吗？然后你就可以拍一支影片了。不要，不要，好可怕！寻找勇者挑战，呵呵呵，那一个，太可怕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我好对不起这个角色啊！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角色，所以我现在没有对不起他。哎呦，谁在我前面啊？这个要盖的好看，真的很难。大家请不要责怪。你是他杰克哦。你有参与那个盛会吗？我不知道，是这种东西吗？完了完了，透露年纪了。觉得这个有个列题目很麻烦。我觉得你就不会，我的题目多好啊！你来盖繁星，你就会崩溃啊！直接崩溃。好，大家珍惜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我没有参与到这东西耶，没什么好珍惜的，老实讲，都是身外之物。我先，我不想看聊天室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身外之物。哎、欸，对呢，二 D 就好了。等一下，那个杰克，我找不到他的背面呐。他的背面图在哪里啊？有人在扑羊毛，我听到了。你耳机也太太强了。干的差不多了吧？这个游戏的隔音就不好哈。真是游戏而已，要隔音的，要更多爱你。对，如果以后那个海绵会自带隔音效果。原来是僵尸声吗？是什么声音？快死掉的声音。这个声音超好笑的，一直按错键。
不要问我在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崩溃。是有卡死的。这又是什么？干完了。不要那么快。要多。太快了。不行，要瞌睡哦。要，我没有讲，我没有讲。要瞌睡了。哎，你没有讲，哎，抓到了，抓到了。好。